这个地方一个地方三个门。稻田彩绘，这是万利米的油啊！万利米，你看这里也有个阿妈。炒作的比基尼。我们走进来菜市场了，超大颗的龙眼，50而已啊！这个真的是来普渡的吗？一上来就秒杀哎，真的是秒杀哎！外厨那个。上面是一个观景台，小孩子的天堂，这种都没人要买，他就要买20的。这里有淡淡的茶味，那个枯木完美的呈现它的肌肉组织。来看一下艺术，找上去的那里。大家好，我是阿蛮，欢迎来到 Man Life。今天带各位去苗栗海线一日游，看苗栗的一些景点跟吃苗栗的美食。OK， 不要啰嗦，出发 ，Go Go。我们现在到第一站，令草文化馆附近的那个稻田彩绘观景台。这边爬上去看下来，就会看到这个。所以今天的主题是什么？对啊，看不出来。这个地方是一个地方，三个满足。哦，有三个景点，对不对？三个点，你可以一次三个点。稻田彩绘。哪有？背光。就说不意外了。我们打算先来看这个稻田彩绘。它这个免费入园，所以哦，免费入园，锁起来了，上不去了。真的呢？你现在上去图案看不清楚。太早。哦好好好。要到九月中。那外面那个彩绘稻田的。不过我们今年有多一个颜色，所以晚一点你们可以看来看。好，谢谢谢谢。以前是四个颜色，今年多了一个红色。晚点可以看哦。九月中。哦。哎、欸，晚一点对。哦，是九月中的晚一点。我们真会选时间哎。哇，9月16。9月9号、9月16。9月9号、9月16号来比较适合。就看粉丝们就是。这个时间点，现在这个时间太早了，稻田还没长大，锁起来了，没办法上去。我在猜，那应该是中秋节。哦，对耶，有可能哦。好了，那我们要去令草文化馆了，在前面。记得我看介绍啊，它那个里面也会有一些导览跟那个采果的活动。我在 Google 的时候啊。看到了最多就是写这个弯立，弯立为什么？因为你的台语叫弯立。哦。可是它什么原因我不知道，要再查。台语真的叫弯立没错哎。对，台语叫弯立。哦，原来啊。可是它是先有弯立，再有院里的。再有院里，还是说先有院里才有？哎、欸、有哎，这是弯立米的由来。弯立米的由来。把它念出来了。康熙年间开发的院里，原是平埔族原住民道卡斯族欧湾利设所在、哦。所以是先有这个啊。哦，所以汉人取湾利之音，简易为院里、哦，才有了现在的地名。为怀念此地名之由来，特定名为湾利米。哦。所以这个是米耶，所以它是因为先用那个平埔族的那个地名去，这个本来就米去翻出来的啦，所以是先有弯立，才有院里。对，哦，懂了。亮草，绿，我是绿草吗？那个医生说的蛮有道理的，金草，金草，哦。
餐的，吃的东西就那里了，很多很香。所以榻榻米也是，这个也是的，也是这边的。上去躺一下。这是以前人的床哦，叫这个叫红棉床。明城啊。哦，明城。昂明城。昂明城。那是客家话吗？龙就是你吧？龙茶灰，银茶草。龙婆。哦。一婆糕。客家语。龙妹给一心照，龙姐叫一姐不到，龙。困阿明汤，你困晒好啊靠，吃药。这红色制造紧张哎。对啊，而且老师是台湾日本人不同的习俗。哦，农指的是台湾本地人，一指的是日本人。哦，嗯，所以农是你的意思。月底阿妈的故事。哎，这里有一个阿妈。真的？真的。真的，这个字也是满的、欸，好酷、喔！我第一次看到这个字，朱阿满。你看这里也有个阿满，以前是这样允许的、欸。对，好帅呀！八人将，八人。然后二四六八，然后新娘坐在上面。啊，新郎呢？新郎骑马、啊。哦，骑这个、喔。没了。牛车。哎、欸，那牛车就是哇，要嫁妆要一牛车。然后一定要有甘蔗，嗯，绑在车上。这里有草做的比基尼，还有领带，还有领带，帅。那个好像可以换膝盖，我一个名额有好多钱。哪一种颜色给你自己选？这是竹蜻蜓，嗯，小鹿，花藤，哦，小鹿，嗯。好香哦、喔！一拿出来就有味道了。对啊，哎、欸，真的、欸。嗯。对啊，很香。Eagle。这附近好玩的景点。准备下一站。令朝啊。它的模样，这里也有一个稻田彩绘，没意外应该是从上面的凉亭看下来，也看不出这是什么东西，好像是什么 LOV 哦 FOLVO 不知道。耶、yeah, 下一站我们来到了苑里菜市场，吃跟牛园秒杀炸鸡，走路过去大概两分钟左右，太阳超大。我们走进来菜市场了，啊，看到了，应该是这间了，满满的人潮这间。阿姨没看到。哦。崔坤在前面。太费劲了，来吧，来吧，兄弟们。哇，超大颗。我都给你两套，两套。前面顺序好入。好。这些。超大颗的。龙眼，来，来去等，好，谢谢。七十，这样贵吗？一百块，我拿现抓的，小姐。来，下一站，下一站，我们来到了垂坤食品。阿林，那你要在电风扇下面的？没有，我不知不觉站在这里了。你不是脸一样很短？有送别的。是吧？哪里奇怪？你讲啊，我。我有白木耳。五十而已啊，没骗。
准备起来。我靠，一大包才50哦。好，再拿一个。而且里面不是那种碰碰包的那种，量算多的那种。现在的那个什么，市面上都是那种碰碰包。对啊，然后1/3。我是不是肉干？肉干。他们的肉干。一点的要碎掉。妈妈说我最喜欢吃这种杏仁肉干。对，他的肉干好吃。哇哇哇！对，我是一桶加两。这个真的是来普渡的吗？买完了，大家都一包，超大包。我的是最小包的。买完崔坤，我们来排炸鸡。哇哇哇，自己夹的。这是两个大块，这是两个鸡腿吗？自己夹的呢？对啊，自己夹。帅哦。可是那个梅亚怎么没有？在这边的。还有鸡腿，大概还有价格。就是自己夹。一上来就秒杀哎，真的是秒杀哎！刚上过就没了。对啊，前面四个都还在等。疯了、欸。对。哦，昨天还吃炸鸡而已，今天又要吃炸鸡了。昨天没有吃，是前耶、yeah, ，买个甘蔗汁来喝一下，热死了。啊？好好好。而且你要比那个老板娘的那个他们说的他真的是一上来就没有。真的真的，因为过了那个黄金时期。还没，时间还没到。超烫的，看起来很像那个鱼的纹路。鱼啊。那个鱼的，那个鱼，我没吃过小鸡块，小鸡块里面。你都吃什么？鸡块？我都没闻。大鸡块。第一次的。红哥，你在等啊？我录到了，好帅耶！笑死了，很超痛的，加钱了吗？小号小号，你找就好。那也分两包，还有200的炸鸡。哎，顺便买两袋哦。对啊，210耶！买完炸鸡，我们来旁边的四川凉面吃午餐。稍微有点酸酸的。我第一口看的是，你这已经要把它关掉吃了。你不要再一直看他吃饭，他要不好意思。要丢啊？不会啊，要丢。我帮你试喝一口。这个蛋看起来很爽哎。对啊。味噌蛋花汤，好喝哎！惨了，我有点想要去买。真的是大鸡块，大鸡块，外酥内嫩。我想听那个声音，咬下去的声音。真的假的？弹出的声音。好油。嗯。好吃。非常香。嗯。我好饿。嗯，可以比这只的脏，蛋非常多。跟牛远大块鸡，大鸡块，大鸡块。
真的是会卡都是那个卡兹的那个声音。我有五幺粉，真的不要乱吃哦。我五幺粉在面，面子面没变。你是老刘。嘎崩溃，这鸡皮咬下去很爽啊！嗯，我想我们在更刚开始就蛮好吃，但是汤汁就真的是，你如果放冷掉还是好吃的。这要跟纽约客的话，纽约客。我跟你讲，是不同款式，这种是古早味的炸鸡，有一个是美式炸鸡，那不同，哎呦，不同东西不能做比较，这样还切得下去，他没有被你搞倒，对啊，顽石，对吧？因为我在外场啊。吃完午餐，来到了风车下。厕所吗？你们要厕所吗？的好望角。我们要往那边走呀。嘿，那里。一百块四瓶啦，哎，看这边啦，一百块四罐啦。哦，等下过来呗。哎，老好啊，即马就好买啊，要搁等下。好，等下过来呗。来，十块三干炒，再来一个啦。香肠、干炒、花生，来看看。你好，看看喽，香肠、鱿鱼、热狗、冰淇淋、饮料哦。看这香肠摊的竞争力也太大了吧！香真的是可以赚钱吗？大风车。这也是一个三角点。这地方叫半天寮好望角，在这里，它附近有一个旧火车隧道，还有过港贝壳化石，在哪里啊？嘉义，这边可以走下去哦，上面是一个观景台。那吧，哦，下面有彩虹哎，这边走下去可以到那个碉堡哎，纯的、啊，嗯，苦哎、欸，苦涩，啊，苦涩后然后会回甘，对，喝起来有后面有甘甘的味道，好喝吗？我看你快喝完了，有冰块才是你的，下一站我来到了台盐通宵厂，这里有一个观光的园区，说真的，还蛮多人的嘞。很多小朋友，看来是一个适合亲子的地方哦。台盐特提点盐，那我们这样进来，然后经过盐来看，然后上那边玩那边，怎么玩？这边吧。哦，哎呀，盐来管，然后再就是
沿中带就是很对啊，往这边对啊，往这边。哇，这么远哦！哎呀，饮料工厂，哎，这个很适合我们。别这样，然后在饮料工厂旁边写洗胜利工厂，你快点，然后再去洗胜利。那是不是这样？量身定做了。宇胜，你要直接来这里报道了，菜园仓库。工厂内有火车。我在那里呢。哦，可以玩水了。你有带衣服吗？直接冲进去了，这是泡脚区哦，这是温泉吗？哦，那45.7度，哦，这个不多，这真的是烧的吗？靠，真的是烧的。前面那个比较适合小朋友。呵呵，今天是修的，这个我没办法。哇，有了小孩子的天堂。妈妈穿鞋子没办法玩。然后这个园区是免门票的哦，停车费也不用钱，超赞，一进来就可以玩水了。这里有一间盐香小站，应该是卖吃的，我进来看一下。干什么？你要喝什么？我看一下啊，这是你拿的？哦，要来写的。有什么？其实我刚跟你讲喝这个焦糖玛奇朵。焦糖玛奇朵，你觉得是咖啡吗？爱吃盐卤豆腐啊，看有没有什么有没有不一样的地方。对，盐卤，咸咸的哦，咸咸的哦，真的是豆花哎，对，它带有一点点咸味，它就是一点点在提着鲜而已，然后比较明显还是它的豆味，豆味比较重，它如果有冰块会更好。哦，没有盐啊，有一点点淡，很淡很淡的咸味，有，它这里有。豆味是蛮重的，你要抿久一点，你抿久一点，它的后面会有一个咸味出来。下面有豆子哎，一定有的啊。微微只有豆花而已，这豆花纯豆花真的很贵，玩死了。玩玩水，我们来展售中心看一看。哇，这说起我们是，完了，这种是台演者呢。这个最近很红哎、欸，对啊，最近很红哈、啊，这是台演的。哎，真的哎，这不是很红吗？对啊，这个是台演的，台演许愿礼。那叫台演冰淇淋吗？对不起，真的台演冰淇淋，真对不起。这名的小美，小美啊，这豆干吧。羊羔。现在18块。我靠！
二十元那个售完了，真的是烟哦，也售完了。看这么说，对啊，那个包，对啊，一公斤，一公斤的卖完了，超扯，笑死！啊，高级的没人要买、欸，这种都没人要买，他就要买二十的。啊！你们来台盐吃小美冰淇淋哦、喔，小美吗？还有对，小美大神。我给你，到单子两个，哎，单子两个，阿哥回啊，六颗柳天丹。峰哥，我要喝这个，好啊，没有了，我自己花了。你也是 ？Yes。来台盐吃小美冰淇淋。冰淡州的冰淡来，这里就是名产区啊。很多名产，这个水感觉喝起来还蛮好喝的，是我的错觉吗？哦，来，谢谢。来一颗吗？那个吗？鸡蛋？茶橘蛋。我靠，这颜色好看，很漂亮，很茶色。茶叶蛋的香味。茶哦。但没有茶叶蛋太浓，茶叶蛋很浓，然后这是淡淡的香味。如果是不喜欢那种茶叶太浓的，就可以吃。里面是有汤汁的。它的那个蛋白的部分也比较白。好好好，因为它被焗烤过了，被盐焗了。味道不错，味道不错。这一口咬下，蛋黄糕，蛋黄好吃，蛋黄很香。嗯，很 Q 哎、欸。嗯，对啊，蛋黄真的很香，真的有淡淡的茶味。哦，茶叶蛋的干板，干板，干板，这个鸡皮蛋，啊，唔可以开一个来吃，无酱油。我们逛完展售中心，我们来这个盐来馆看一下。盐雕哦，对，盐雕。在哪里拍？在哪里拍？这个还在的，这个是个。日本的盐呢？这是欧美的盐。这个是冷气，台盐的冷气，好凉啊！晒盐结晶，下一站来到了通霄海水浴场，这里的树很茂密耶，很凉爽，停在这里好舒服哦。哇，这里有一个充气的玩水地方，前面有一个小市集耶。你看你穿这么帅，感觉就是要下去玩水了。你要气球吗？我有沙粒，然后还有熊熊，还有你要这个吗？哎，双什么沙？南海地景艺术节，哦，法纪线双纪沙，这个啊，它是用那个回收的轮胎去做的。哦，真的，回收轮胎作为材料。哎，真的，近看真的是轮胎，好帅哦，眼睛哎。
然后这个是那个什么，小阿三轮胎。哎，对。这样子很讽刺。对啊。很逼真哎，这应该是枯木做的哦。看一下，遇见美好，这很强哎。那个枯木完美的呈现它的肌肉组织。哎，对。而且你看它那个骨骼弯曲的那个曲线都很像哎。然后这个脚能够长得这么的，对啊，是怎么长的？自然的，就是好自然，好逼真嘛。其中一个流行的雕塑的，嗯，他这个作品啊，就是像一个小女孩，然后在拿着那个贝壳，你知道贝壳？哦，在听那个声音。对对对。哦，关于海，听海洋悄悄话，沙雕哎。哦，小女孩在听贝壳的声音。耶，我们出来了。这几个都是这个台南艺术节的那个雕塑。有一只中游章鱼，中游螃蟹。准备前往下一站，我回到了这个还蛮疗愈的一个隧道。乌云来喽！下一站来到了出水海堤，可以坐在上面，那里有一个椅子。很棒的一个景点哦，所以说夕阳下来的时候很漂亮哦，西边哦，对，楼梯啊，然后你站在那里，你有没有觉得那里就很像那种你在海站在海上的感觉？对对对对对。我就行进啊，这个我可以。好蛇哦，真的哎，感觉很真啊，这个是真的吧？是真的吧？对啊，你看他的眼睛超像的。这是雨伞节哦，哦，这么奇，这么奇雨伞节，应该是海蛇。哦，海蛇，海蛇嘎了真懂。耶、yeah, ，我们来到今天的最后一站，苑里滨海艺术文化中心，来看一下艺术。然后这里有萨克斯风，一楼是他们的作品，二楼是汤颖任老师的油画，三楼是平面艺术展，有电梯楼梯都可以啊。三楼要拖鞋。今天是最后一天。今天是最后一天了。今天是艺术展的最后一天。对，最后一天，对吧？上厕所，这里有一些画作跟书法。这是蛮适合放在家里的。对啊，你入错了。哇，这边都是画哎。这是火焰山吗？近看。都不知道在画什么，好，往后拉，
就看得出它的细节了。早上去的那里，对。这边有拍到炸鸡。对。鞋子要放鞋柜哦。哇，这瀑布画的好生动哦。庙宇文化。OK 了，今天苗栗海线的行程差不多结束喽。今天有海边的行程啊，吃美食的行程。OK， 以上的经验分享，如果喜欢影片的朋友，记得帮你个喜欢；还没订阅朋友，记得帮我订阅哦。那我们下部旅程见，拜拜。我们要回程了。